只要他在，安心是不会给我机会的。 哥，你要去拿快递啊？嗯。那你去拿快递的时候，能不能顺便去超市买点好吃的？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要来家里。好，我来吧。 不管你怎么推开我，我都有100种方式接近你。哥，阿月，你都送了我这么多礼物了，总是会得送你一个礼物吧？什么礼物啊？香水。什么香水啊？